你好，今日咧就係年三十噶啦，咁我咧就攞班咧就係大概係9:00，咁我就去呢個超市度咧就係環超市度湊熱鬧啦，就買咗呢啲咁嘅嘢啊，不怕唔到乜滯啊，買呢個打邊爐嘅啊，買打邊爐嘅嘢咁樣啊，買咗好多蛋賣嗰度。啊，咁啊，買支嗰啲紅酒先得，我要買支紅酒啊，攞支嗰啲先。今晚咧就係洛杉磯嘅年三十，咁啊呢個時間係晚上10:00翻到屋企嘅啫，咁啊已經係即係當係食宵夜啦，咁啊有點呢幾菜，呢只咧就係嗰啲白切雞嚟嘅，白切雞啊，咁樣呢只咧就係呢個河粉啊，河粉青菜，咁啊仲有一隻肉蟹，有隻肉蟹喺度啦，啲肉蟹，啲肉蟹咁，好，哦，呢肉蟹咁樣，你咪要瓜子啊！新年好，新年好！今天就是洛杉磯的年三十晚啊！咁而家嘅時間咧就係2018年嘅2月15日晚上10:54啊！咁我翻到屋企咧就而家就係先係食正年飯啦啊！因為今日都係我要上班啊嘛，所以要咁夜先能夠翻到屋企嘅咁樣啊！咁啊呢就有啲肉蟹，咁啊仲飲啖紅酒啊，啲紅酒啊，咁另外有雞啊，白切雞啊，炒到白切雞啦。啊，另外咧就係河粉啊，另外啲年年有餘啊。啊，仲有嗰只鳳爪啊，即係啲嗰啲雞爪啊之類啲嘢，咁樣咧就係啲買啲紅瓜子啊，咁啊自在你翻嚟你呢度咧就係自在一種即係話過年啊咁啊新嘅開始咧，就希望咧就係今年咧就係身體健康嘅咁樣嚇，咁啊再喺呢度咧就係祝賀咧就係遠方嘅親人啊嚇身體健康，新年快樂。咁我拍啲錄像啊，今晚拍啲輯錄像啊，咁嘅彈琴啊，都係啊，為咗能夠讓遠方嘅親人咧，能夠好直觀咁樣去睇到我喺美國洛杉磯嘅嗰種即係實際嘅生活狀態係咁嘅嚇，冇修飾亦冇掩飾嚇，實實際際就係咁樣嘅嚇因為在美國嚟講咧，就親戚唔多，即係冇咩人啦嚇。即係正如所講嘅，所以咧就係比較單調啲嚇，就冇大陸咁熱鬧噶嘛，係事實嘅嚇。因為畢竟嘅洛杉磯咧就係人口人嘅華人嘅人口都係30多萬到嚇，即係大家又各自有工作嚇，而且咧。美國嚟講咧就係、你要揸車嘅，咁如果你係飲咗酒嘅話，就揸唔到車嘅，所以啲嘢係制約咗好多人出行嘅一種出行嘅制約咯，係嘛？好似比如咁講，我都好想話出去幫啲朋友去飲酒，但係你飲完酒之後，你又要揸車翻屋企，又唔得嘅，唔能夠酒後駕駛嘅，就唔可以嘅，所以只能喺屋企先能夠飲啖酒嘅嚇，所以好多人就係、打消咗。出去食飯嘅念頭，甚至食宵夜嘅念頭，除非有人唔飲酒就揸車就得，即係咁啊。
好耶，饮啖先。好明啊！咁同樣咧，聽日咧都係要上班嘅，所以就呢、這個，反正有2個鐘頭咁樣啊，食啲宵夜啊，係咁樣嘅話，有咁嘅氣氛咧，就係應下節，其實就係咁樣啊。好過咩嘢啊？即係相信好多，就算好多啲人啊，就算係嚟到美國嘅嗰啲嗰啲啊一個人都好，咁今晚咧佢哋都可能會或者幫埋左鄰右舍，即係大家同係住宿嗰啲人啦，大家可能會一齊。即係我想起我呢5年嚟講咧，我都係有時我自己過嘅時候咧，都唔係自己過嘅，因為我又買支啤酒啦咁樣。有時有我就自己整啲餸搭喺人哋張台度，咁我嚟食嘅嚇。同樣都係咁過下。所以而家咧我就就今晚就喺屋企呢度咁樣我呢度先製造完一輯先嚇，先係咁樣，因為你今晚係30，一陣間傾傾下咧，可能到年初一嘅，所以而家先傾呢度先，大概係咁樣。